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再把圣经打到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。咱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林后十一章一节到第三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耶稣为新约圣经206页。找到咱们开声朗读这一节经文，找到没有？开声朗读，一、二。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欲望，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计诱惑夏娃一样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感谢主的恩典。咱们这一堂课继续在交通教会，讲到第十三，何为教会呢？教会是贞洁的童女。什么叫童女呢？基督借着童女生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教会呢，今天就是基督要借着所有的童女来生基督那个新生命，因为基督道成肉身是借着童女生的，那么他再重生所有的人也必须是贞洁的童女，对不对？基督本身道成肉身是童女生的，那么何为童女呢？何为童女？童是什么？儿童。儿童，儿童是什么样子的？儿童是什么样子的？什么叫童女？童女还有幼女，是不是啊？幼女、童女，还有什么？少女，还有呢？妇女，还有呢？老妇，有没有区别？幼女是襁褓中间的，是不是啊？是襁褓中间的，是吃奶的，在襁褓中间。那儿童呢？儿童比童女大一点，比少女小一点，是不是？少女呢和儿童童女有没有区别？有区别。区别在哪里？少女已经进入青春期，童女进没进入青春期呢？童女和少女有什么区别？从按照肉体那个角度，他一个进入青春期，一个未进青春期，一个知善恶，一个不知善恶的，是不是啊？知善恶的，就是已经进入到亚当给他遗留在吃分别善恶树果那个善恶，知道什么叫善恶，知道羞耻，知道羞臊。而童女呢，不知道羞耻，不知道什么叫罪，不知道什么叫羞臊，是不是啊？不知何为罪，这叫什么？童女、幼女都是这样，只是童女比幼女大一点。那少女呢？比妇女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妇女是结过婚的，少女是未结婚的，是不是啊？但已经进入青春期的，来例假的叫少女，未来例假的叫童女。那么结过婚的
叫妇女，已经年老的叫老妇，有区别是不是啊？所以上帝选择了哪一个？童女，借着童女把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的主生在这个世上，那么又借着童女在地上继续在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是不是啊？借着童女生，不借着父母生，这是奥秘，是上帝发明救恩的最关键的一步骤，是不是啊？如果借着幼女，借着幼女，她的确是不知善恶，不知罪，不知什么叫罪，不知羞臊，但她的身体没达到能够生孩子的程度，是不是啊？而儿童童女，她不知道善恶，还没来例假，正好在这里啊，当中间，神就利用童女，从这个肉身这个角度呢，他没有善恶观，但又没来例假，这正是上帝选择童女怀孕生子。以赛亚书第七章就是必有童女怀孕，是不是？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人同在的。马太福音的里边，耶稣基督，是不是啊？也是这样的，借着童女预言，借着童女生出来，童女未来立家，不知善恶的，正迎合了圣经在旧约里头的预言，并迎合了，那么必有女人，是吧？胜过他的头，女人的后裔要胜过他的头，哎，必须是女人，还不是幼女，还不是少女，还不是妇女，还不是老妇，就是童女。儿童期间呢，多大年龄？12岁以下，12岁以下，对不对？7、8岁以上的，就这个期间呢，是为什么说用童女来代表贞洁的意思？没有被男人碰过，没有来过例假，是不是啊？没有善恶观，没有进入青春期，没有对男人产生一种另外的一种好奇心，或者是对男人产生一种恋慕之心的这样的女人，神就用这样一个女人把耶稣基督生下。那么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不是啊？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神用童女生下神的儿子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是神的儿子，也都必须从神生，神也都必要借着把我们借着童贞女生出来。要按照肉体说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童女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在座的没有一个是童女，按肉体说都是妇女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今天呢，这句话绝对不是按照肉体说的，谁要把说我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就是指肉身守童身了。从这个角度去看，那就是误解神的话，误解谬解神的道。但必须见着童贞女生，这童贞女还不是肉体上的童贞女，在耶稣降生的确是借着童贞女生的，但我们今天通过耶稣基督这个童女生就引申到教会中间，这个属灵的童女，这个属灵的童女，是不是啊？是属灵的童女啊。我们现在教会诸多的组合在一起是一个属灵的童女，童女代表什么？在新约里头，耶稣基督用石童女的比喻，
是不是？同理就代表着教会。十童女的比喻，有五个是聪明的，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他们都拿着灯，但童女和童女绝对不一样的。所以耶稣在那里举的例子，那童女就是代表教会的意思，贞洁无邪恶无瑕疵无玷污没被玷污过的叫童女，不知善恶不知羞耻不知什么是罪的，这叫童女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头提到教会是贞洁的童女呢？这贞洁的童女就是没被玷污的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到底童女这里面指向什么？同样是童女，五个愚拙的童女，预备了灯，也是童女，但肉身童女。预备了灯，有没有油呢？没有。那么童女呢？她里面必须有道，道就怀了胎，怀了胎就生出儿女了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呢，很多的教会不是童女，原因是因为他受过玷污，跟世俗为友，是不是童女？远离世俗，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什么？那么咱们讲到的教会呢，是贞洁的童女，就许了一个章。许配一个章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里贞洁童女，第一，一个章，许配呀、啊，在这里讲到十一章，我们看啊，第一节，但愿你们。宽容我这一点欲望，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，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贞洁的才能献给基督，教会的不是贞洁的没办法献给基督，无法献给基督。两个丈夫能不能献给基督呢？好，咱们看第一个，两个丈夫，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，两个丈夫能不能同时献给基督？两个丈夫代表什么？两个头，是不是？必须许配一个丈夫，这一个丈夫就是基督。教会必须成为贞洁的童女，才能献给谁？不然没办法献给基督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如果他两个丈夫再献给基督，基督要不要？没有。你给你儿娶媳妇，你那儿媳妇有两个丈夫，前面搞个对象，后面又搞一个，你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也是说要。我们看这一段经文，这是两个丈夫。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活着的时候。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，就被律法约束。丈夫若死了，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若活着，她若归于别人，便叫什么妇？出现一个人淫妇啊，他为什么叫你成为贞洁的童女？许配一个丈夫。第二是贞洁的童女，献给谁？献给基督。一个丈夫贞洁的童女。绝对点了，
童女必须是什么？一个丈夫，童女才能献给基督。两个丈夫的不叫童女，也不叫妇女，她叫什么呢？女妇。我问弟兄姊妹，保罗在这个地方用说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你要没脱离律法，能不能献给基督？你没脱离律法，是不是圣洁的童女？不是。你现在妇女都不是，你是什么？淫妇。这可不可怕？这可怕，不能献给基督，是不是啊？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。这身体是指教会说的，是不是指教会说的？这将身体献上，不是将你的肉体献上。你的肉体是妇女，你的肉体嫁过别人，是不是？你的肉体曾经有过丈夫，现在说的不是肉体，是指心灵说的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我再去靠肉体守律法，等于什么了？淫妇，是不是？等于淫妇，淫乱的女人。我又靠肉体，又靠心灵，这是不是淫乱呢？我又靠恩典，又靠律法，这是不是淫乱？好，在我还做淫妇的时候，能不能献给基督？不能献给基督，绝对不能献给基督。所以教会呢，这一个教会要明白这文呢，基本上很多弟兄姊妹都明白，基本上都明白。若是这一个教会没明白这文，因为他的传道人本身就不明白，一讲就不明白，所以这一窝的人都不明白，这一窝呀，是不是啊？这一狗下崽子了，生崽子，这一窝肯定都是狗崽子。那老母猪要下崽子，这一窝肯定都是老母猪，都是老母猪下崽，都是猪羔的，猪崽子。那牛要下崽子，肯定是老鼠要下崽子，肯定都是老鼠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不明白真道的，养活一窝属血气的人，肯定都是属血气的。你信不信？这个教会中间要有一个守律法的，整个这个会体全部守律法，你信不信？这才怪呢。所以耶稣说，要有一个掉坑的，那领头掉坑的，大伙七桶红的情况全都给你掉进去。你们是特殊上帝恩待你，上帝今天特殊恩待你们，把你们从那里头拉出来了，从水深火热中间拉出来了，从律法中间拉出来了，从仇敌的网络和陷阱中间拉出来了。这何等重要！如果你是个淫妇，你不是一个丈夫，你有两个丈夫，不是贞洁的童女，你怎么献给基督？这一个丈夫是吗？我把你许配一个丈夫，但你不是一个丈夫，你还有其他的做你的丈夫。你想献给基督，那么基督要不要？不要的。好，看这些经文啊，往下看。这里面是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，就是岂不明白，律法管人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在活着的时候。就说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，她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若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，便叫什么妇了？看看严不严重啊，严不严重？现在保罗在这里把律法和基督比作什么呢？比作两个丈夫，是不是？比作两个丈夫。那么律法是一个丈夫，基督又是个丈夫。只要有这两个丈夫，你就不是一个丈夫，你就不是一个丈夫，那么你就不是贞洁的童女，这时候你就没办法献给基督，你和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在这地方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会有律法，你会有基督，是不是啊？你或是靠律法，你或靠基督，但你不能这两个丈夫啊，如果你要他，你就不能要第二个；要第二个，你就不能要第一个。
你不能两个都要。咱们信耶稣的律法也是神颁布，咱们不得守吗？你守归守，但进不去天国了。你可以守，天国里没有你的份了，听不听明白？你可以守啊，但是守你得死啊，基督不要你啊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往下看，丈夫还活着，她就被丈夫的律法约束；丈夫若死了，丈夫活着，她若归于别人，便叫淫妇；丈夫若死了呢，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淫妇了。必须有一头死的，也就是这句话就告诉你，必须有一头上吊的，必须有一头不能要的，或要律法，或要基督，这两个不能同时要，听没听明白？是不是啊？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明白律法的人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理，他因为边守律法边靠耶稣，甚至有人说，那安息日会说靠恩守律，这句话对不对？就像说一句什么，这句话就是淫妇的话，靠恩守律，就是靠恩守律法，靠着恩典守律法，矛不矛盾？恩典是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他靠恩守律，错没错？错，这已经特错大错的，是不是啊？就像什么呢？我靠着耶稣基督在养活一个丈夫。耶稣给我挣钱，我再养活一个；我靠我家丈夫再养活一个，另外暗中再养活一个丈夫。你丈夫愿不愿意？啊，你拿你丈夫赚的钱，最后偷着养一个小白脸，没好心眼儿，啊？是不是养一个，偷养一个？现在有多少人靠着耶稣基督当淫妇，偷偷的又养了一个律法？那律法也是他的丈夫，是不是？他还要靠守律法，靠这个丈夫，还要靠基督，拿着耶稣的恩典去偷偷地养活一个律法，是不是啊？偷着养小白脸的，现在富婆养小白脸有没有得失啊？她丈夫赚钱，她丈夫做官或者在外面当什么，啊？她拿着她丈夫的钱出去干什么去？养小白脸。有人这么求啊，主啊，我要靠恩守律，我靠着恩典再养一个小白脸，行不行？你们看妥不妥当，合不合宜？你同意，神是无所不知，你心里都有这东西，你说神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人不知道，神是洞察人心的，你说神知不知道？你这边靠着耶稣，那边又去搂这个律法，一面一个丈夫，主早就知道。但我告诉你，有一件事情你要确切的知道，你进不了神的国，你跟神的国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跟神的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跟这信仰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我们必须对基督存有纯一不杂的心，只把我们许配几个丈夫，就一个丈夫，我们有俩头就是怪物，俩头就是怪物，啊，俩头是不怪物，一个人身上长出了两个脑袋，你看是不怪物？啊，怪不怪？这是一个人呢，一个肩膀头露出两个脑袋，你说听哪个脑袋的支配？啊，一个律法，一个基督，听哪一个？你看这怪不怪？哪有这样的人？出来这么一个人，从高岭地里跑出来了，你说你吓不吓死了？
啊，你晚上这样走夜道的时候，突然从那高粱玉米地里砰砰就出来这么一个，两个脑袋一个身子，怪不怪乎？他俩不一样的思想，他俩不一样的支配，这想往那么去，那想往那么去，是不是？这两个圣灵和情欲相争，情欲和圣灵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抵的，靠律法生情欲，靠恩典圣灵结果的，是不是？圣灵和情欲相争，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只要我靠律法就生情欲，生死欲。你说这两个头你听哪个？这叫什么父？那两个头啊，其实这两个头呢，它是个怪物，它其实就是什么？一个女人，两个男人，是不是啊？这是女人啊，这是男人，这也是男人。看看这一个女人够他俩分不够？不够分，不够分的。教会如果有两个男人在瓜分他，两个男人做他的头，两个男人做他的丈夫，好不好？可不可怕？两个男人中间一个女人，就这个字儿，这就是一个字儿，两男中间加一个女，这你念鸟，念鸟啊，这个是念鸟，你查查你那个念不念鸟，第三声鸟，两个男人中间一个女人就念鸟，鸟是什么意思啊？耍戏的，玩弄你的，戏耍的意思，不是真的，玩弄你，两个男人玩弄一个女人，这就叫什么？淫妇，这个字儿是淫妇的象征。教会如果不是许配一个丈夫，那他就一定是什么妇？淫妇。教会中间有的教会靠着律法想要在神面前称义的，还信耶稣，挂着耶稣的名暗中守律法，这个教会就是鸟人，就是鸟人的教会啊，他不能献给基督，唯独成为贞洁的童女才能献给基督，必须是许配一个丈夫，对不对呀？你看现在整个的普世的教会中间，这样的牛头马面的多不多？三头六臂的多不多？多的是啊。他以为这是好事儿，所以他是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必须是贞洁的。贞是什么？贞是什么？这个字啊，真是什么？真是忠贞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洁是什么？干净的意思，是不是干净啊？忠贞的，对不对呀？如果这教会不是贞洁的童女，她不干净的，她两个丈夫，那么这个教会永远不能够归给基督。他虽然号称他是教会，他前面打的什么这个基督教会那个基督教会，他也不是教会，他也不是教会，肯定不是教会，因为人承认神不承认，神不要这样的教会，这是最可怕的，而且在整个普世教会中间，这种现象的教会多的是。勾三搭四的，是不是啊？靠着律法。所以这里面就直接强调了这件事情。我们往下看啊。我看第三节，所以丈夫若死了，
便叫淫妇。丈夫若死了，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淫妇，必须有一头死的。那么哪一头死的呢？啊，丈夫死了，那么基督现在先死，他脱离，基督死了，我们跟他同死，就脱离律法，有一头死的，得有一头死的，没有一头死的，他俩同时存在，就叫淫妇。基督死了，我们跟基督同死了，就跟基督一同去了，是不是？跟谁联合了？跟基督联合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再往下看，往下看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基督身体死没死？死，在律法里也是死的。我们跟基督同死，借着基督的死，我也死了，就脱离律法了。得有一头死的，是不是？两个丈夫得有一个丈夫死的。耶稣死了，从死里复活，脱离了律法，就救我们脱离律法。我们借着他的身体也跟耶稣同死了，就跟耶稣联合，不跟那个律法联合了。听没听明白？耶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叫我可以像人活着，是不是？我得死一头啊！或律法死，或我死，或基督死，对不对？基督要死了，基督是因律法而死的，被律法咒诅而死，律法来咒诅他，他俩肯定是在抢。基督来是不是要，是不是要得这个贞洁的童女，对不对？律法来抢不抢？啊，基督来了干什么来？基督来了，道成肉身来了。律法一看基督来，跟他抢丈夫，律法就开始把咒诅就转到谁身上了？转到基督身上。这个律法的咒诅就转到谁身上了？转到基督身上，因为律法和基督都在抢这一个。抢谁？抢教会。你看清楚了吗？所以律法把耶稣基督给钉十字架了，基督来就是承受律法的咒诅。最后呢，教会是基督身体，耶稣借着死把教会从律法里赎出来。赎没赎出来？看赎不赎出来啊。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，得死一头啊，或律法死，或基督死。基督要死，就把我从律法下赎出来，我跟他同死，就跟基督联合了，对不对？再从死里复活，就跟基督联合了。好，第三章第十三节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脱离呀，还是守？基督来了，基督死没死？死了，得有一头死的，两头不能都存在呀，是不是？你死我活，他俩必须有一头必须先死的。谁死了？基督死，基督主动死，基督主动承受律法的咒诅。因为律法来了，律法来了不能救我，反而叫我死。这样基督来替我死，就把我从律法中间赎出来。基督永远是我的救主，是不是？那么律法呢？我在律法下受他的辖制，他是在辖制我的。基督来释放我的，他把我从律法下赎出来，从此我就脱离律法，所以我就变成有两个丈夫，变成几个丈夫了？一个丈夫，才能归给谁？归给基督。所以教会是一个丈夫，不是两个丈夫。教会如同贞洁的童女，献给谁啊？献给基督。这件事儿啊，那些守律法的人永远也理解不了。这里面说
基督既替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基督来不是要给我们设置一些律法规条，而是要把我们从律法里赎出来，买出来，是不是？我上节课讲到的，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，从哪里买来的？罪恶里买来的，撒旦权下买的，黑暗权下买的，律法中买出来的，是不是买出来的？我们一定是被买出来的人。基督来了，不是要设一些规条叫你去守那些规条，而是把你从那规条从律法赎出来，把你从另外一个丈夫中间给你买出来，是不是？我举个例子，路德原来许配给谁了？马伦了，是不是？路德许配给马伦，他那丈夫死没死？死了之后呢，他才能够嫁给谁？布阿斯。这就是一种预表。如果路德的丈夫没死，他直接就嫁给布阿斯，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。不可以的。说路德前面的丈夫死了，他最后嫁给后面丈夫，后面丈夫预表基督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今天呢，在这个新约里，耶稣基督来了，他一看所有的人都握在律法之下，都在律法之下，所以呢，耶稣基督就承受律法的咒诅，就把我从律法下给赎出来，归到基督面前。所以再看第四章第四节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你什么时候得的儿子名分呢？你是从律法里赎出来以后，是以前？以后。没从律法里赎出来，能不能得着儿子名分？手机关了啊，个人手机一定关了。没赎出来之前，能不能归给基督？不能的，不能的。安息日现在属不属基督？你通过这些经文，我给你查这些经文，我问你，安息日能不能归给基督？安息日会现在那群人也在敬拜神，也在传福音，也做见证，也建立教会，也赞美，也敬拜的，能不能归给基督？归什么？俩丈夫，是不是？俩丈夫，他有律法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淫妇？是淫妇归给耶稣行不行？不行的，因为这是圣经说的话，所以他没有神。他虽然也挂这个牌，招牌上面招牌是基督教的招牌，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，但神承不承认？基督要不要他们？不要他。为什么？经文说了，从律法里赎出来的人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他们是不是儿子啊？不是儿子能不能够管天父叫爸？不能。因为他是奴才，是不是？是。他是罪奴，他不能管天父叫爸。所以呢，把你从律法下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你们既为儿子，神正式差遣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他正式管天父叫阿爸父。可见从此以后，你们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基督为后嗣了。靠基督为后嗣，那这个后嗣是承受产业的。我们借着基督承受产业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再看，这样呢，基督把我从律法下赎出来，我应当脱离，不应当脱离。罗马书第七章第四节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死没死？死了。不死没办法归向主，叫你们归于别人。你不向律法死，不借着基督身体向律法死，能不能归于别人？归于谁呢？归谁？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
教官蛮好接果子给神，不一定从死里复活的。谁是死里复活的？耶稣死里复活，你才能正式接果子给神，不然你接的是死亡的果子。前面接你在律法下接什么果子？第五节，第七章第五节，看接什么果子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什么果子？那向律法死，脱离律法，结出什么果子？结圣灵的果子，归给谁？归给神。我要在律法下，因律法生的恶欲就在我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什么果子？一个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归给神，一个结出死亡的果子归给谁啊？在律法下不出来的人结什么果子？死亡的果子。那么在恩典下结出什么果子？对不对？对。我一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还是像律法活着？像律法死了。第六节，好，第六节我们看，找到吗？当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死没死？律法捆我，我不死行不行？不行。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。现今就是现在，脱没脱离律法？脱离了。脱离了。下面紧接着说，脱离律法，好叫我服侍谁呀？这才正式服侍主呢。没脱离律法的人能不能服侍主？他说：“天天我敬拜赞美神，要不要？”要。不要。没脱离罪的人，上帝要不要？不要。没脱离罪权势的律法，上帝要不要？不要。不要的，因为这才是正式侍奉神呢。什么时候开始侍奉的？脱离律法之后才可以侍奉的。不脱离就侍奉神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。你不信你试试看。谁搞过对象？你们都搞过对象是不是？正在搞对象期间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你跟你的男朋友约会，然后你后面你又领一个男朋友，然后你前面还有男朋友，你后面还有男朋友。那男朋友问这是谁呢？我男朋友。但前面的男朋友问这是谁呢？你说我男朋友。这两个最后一个也不会跟你搞处对象的，你信不信？你这女的这叫什么？不专心是不是？不专一呀、啊！你这女的这是不可交的，谁跟你处对象，早晚你就把谁撇了，对不对？你是靠不住的，谁敢跟你处对象？你这约会的时候前面拉一个后面拽的，你信一这样人在世上找到这样人，在教会中间有没有？有啊，前面拉一个耶稣，后面拉一个律法。耶稣问后面那个谁，你说我丈夫。后面那律法问这又谁呢？完了你说这是我丈夫。几个丈夫？这是个比喻啊，弟兄姊妹，听明白这是比喻了吗？你同意，你乐意，你说我两个丈夫多好啊！你看这多好，这多美呀、啊，多滋儿啊，是不是啊？美不美？你同意，那你问没问主，你同不同意呢？主啊，你同意不同意？我有俩丈夫，我联系你，我联系律法，我还不想向律法死，我还想有律法我也守，我还想信耶稣。你同意主同不同意呢？你看这种教会在世界上占20%多，占多少？这个比例，其中就有20%多，0.5%，少不少？全世界，我这都说多了，可能是99%，就极少数的蒙上帝的赐福，蒙上帝开启，才能看到这一步。这最危险的时候来到，
教会处在这个阶段是最危险的事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俩干起来了，干不干？因为他生的恶欲就在自己头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这时候，这恶欲就跟圣灵干什么呢？相争，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俩是彼此怎样？对不对？争不争？争。那你放一头啊！你现在抉择啊！现在就抉择，要耶稣，要律法。俩都要，没那回事，没有那种信仰，俩都要。现在你就处对象的时候，前面一个对象，后面一个对象，你要哪个？你要哪个？哪也不要了，基督也不要，律法也不要，俩都不要，下地狱不信了，我还不信了呢，是不是啊？俩都不要，你就定下下地狱了。你守律法也下地狱，俩都不要也下地狱。要基督上天堂，要律法下地狱，你要哪个？要基督蒙赐福，要律法受咒诅，你要哪个？这两个你得选一个，二选一，你选哪个？安息日会说二选一，我就选律法和恩典，那叫二选二，这傻瓜一个。我发现那信安息日会那伙人个个都那么傻，说二选一，律法和基督你只能选一个，他说二选一我就选律法，还选基督。你看二选一他都没明白是啥意思，这上面是不是第七章是不是叫你二选一？你或向律法死，好像人活着，你或在律法属肉体的，因律法生恶欲，在自己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你不能两个都选，你都选没那好事儿。你同意主不同意呀、啊？因为保罗在这说，我要将你许配一个丈夫，是不是一个？是。两个行不行？不行。三个行不行？不行。五个行不行？撒玛利亚夫人几个丈夫？五个。什么妇？淫妇。那妓女丈夫多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不如做妓女呢，你整两个干什么？你当妓女不就一样吗？有的人他没明白这个理呀、啊，这理清不清楚？啊，清不清楚？神在这摆这个理，摆在我们面前这个真理，清不清楚？清清楚楚的。你划了一大堆，你是干什么了？目的是什么呢？嫌你这女的很漂亮，你看立法也哥爱我，基督也爱我，你看我这些这也要那也留着，反正我在中间，反正你以为这样你是明星呢？把大伙都把你家中间唰唰唰，给你照相呢？这属灵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，是不是？你对主不忠心，他对你就不忠心；你对主玩虚的，主对你就玩虚的，是不是？你这叫不忠心呐、啊！你根本就是不是贞洁的，你心怀二意这是啊！你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？以色列进旷野中间，上帝为什么给他颁布律法？因为他不听主的，他道上他在整个的灵程路上，他不跟主走，不凭信心，所以上帝才给颁布律法。那律法颁布的是给不法的、不服的颁布，是给低正道的是设立的。听没听清楚啊？贞洁的童女献给谁？献给基督。献给基督。下，明天我就要讲心腹与淫妇之间的关系。对不对？献给基督的就叫什么父了？心腹。童女献给基督叫心腹了。心腹。由童女转为什么？心腹。那么死成的，我就什么都要，我要就君王行淫，我依靠那个，那就变成什么了？淫妇。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，就变成大淫妇了。淫妇包括几种？靠律法。与世俗为友。还有什么？与君王行淫。
将来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这是要受刑罚的，这是最可怕的时候要来到，什么我都要，是不是啊？基督我也要，律法我也要，以世俗我也不能扔，对不对？与世俗我也有的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以地上的君王行淫，大巴比伦，最后呢就成为焚烧他的、刑罚他的证据，因为你跟地上君王行淫，就是上帝刑罚你的证据。只有基督保护我们，只有基督是我们的丈夫，我们只有一个头，对不对？明天我们会讲到这个地方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是不是啊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与基督是联合的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二人要成为一体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要与基督联合，不与律法联合，不与世俗联合，不与君王联合，听没听懂吧？这个地方也何等的关键呢？我讲的今天讲的是八讲了，讲这个关乎教会的问题，所以很多人没明白到底什么是教会。我一面守律法，我一面还靠基督，这是不是教会？是淫妇。我一面信耶稣，我一面还有世俗的东西，这叫不叫心腹？这叫什么腹？我一面信基督，我还得靠地上君王来保护啊，这是不是心腹？这一定是淫妇。所以这是最可怕最可怕的，你要选不正了，今天你误认为，你看这律法不是神颁布的吗？律法是神颁布，但不是给你颁布的，对不对？那狗套不是主人造的吗？是造的，但不是往你脖子上套的，你不是狗，听没听清楚？你是人，你是人应当戴项链，那狗就应当戴什么？铁链，铁链和项链都是链，你说只要是链就行啊，只要戴脖子上就行啊，哗啦哗啦响就行呗。所以很多的人就在这个地方搞不清楚，看立法不也是神颁布，是神颁布的，但是他给奴仆颁布的，给低正道的是颁布的，给不法的不服的颁布的，不是给儿子颁布的，对不对？律法不是给儿子设立的，是给我们，是给那些个敌正道的，是不是啊？抵挡救恩的，对不对？是给那些个属肉体的人颁布的，不是给属灵的人颁布的。所以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你是不是义人？是。律法是不是给你设立的？是。不是，你得看清楚了，这样你就你一旦去守律法变成淫妇了，你都不知道咋成为淫妇了。别人指着你的后脊梁骨说这是个淫妇，淫妇，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？你怎么回事？被恶人诱惑进到律法里变成什么妇了？现在呢，当淫妇的当妓女，不是投他自己愿意当的，人贩子把他倒腾出去的，是不是啊？人贩把那些妇女倒腾出去的，倒腾出去干什么？当淫妇去了。听没听明白？今天教会里也不是你愿意进律法，你可能无意中间就被人倒腾出去了，进到律法那里头就开始守上律法，就当了淫妇，你都不知道咋当的。最终上帝来拯救你的，把这道传给你的，这是真道传给你。哎呀妈，我从前怎么的了？我从前那不是错了吗？就进到那里去了，你才反过来这个劲儿，是不是啊？反过劲儿也感叹，那时候你在蒙昧无知，被恶人引诱的，不是你自己情愿进去的，神可以借着真道再把你拉回来，对不对呀？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地方。贞洁的童女献给一个丈夫，假如有一个人再另传一个福音，是不是给你听了你接受了，是不是淫妇呢？是，也是淫妇。好，咱们看一段经文啊，加拉太书第一章，找到吗？第一章第六节，第一章第六节，许配一个丈夫，就一个丈夫，
假如另有一个人再传一个福音给你，也等于一个丈夫，你信两个福音。我们现在信一个福音是信两个福音，一个福音。我们看，只有一个福音。我们看第六节，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，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是被咒诅的。假如今天我给你传完了这个道，我告诉你脱离律法，将来有一个人再来给你传另外一个福音，不是我们所传的福音，就是被咒诅。甚至现在有律法分子拿这句话利用这句话，他说的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王浩讲的不对啊、哦，因为王浩讲的跟我们从前所领受的不一样，所以王浩当被咒诅的。这句话对不对？不对。保罗先说的，若有人传福音跟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，先是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。那么今天整个普世的教会跟保罗所传的福音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不一样，那是被咒诅的，先必须建立在保罗所传的福音上。保罗传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样的福音。而现在普世教会不是一样，加上守律法，对不对？加上行为，对不对？对。信光信的不能得救，一次得救不能永远得救，还能灭亡，对不对？不对。这是福音吗？不是。这是保罗传的福音吗？不是。这他不是保罗传的福音。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，是你们所领，跟你们从前所领受的不同，就是被咒诅的。你们从前领受是保罗传的传正的福音。保罗说，你们从前所信的福音，是我今从前给你们传的福音。谁要跟我从前给你传的福音不一样，你们所领受这个不一样的福音，那么他就是被咒诅。保罗说的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有人拿这段经文就说，王浩传的福音跟我们传的不一样，我们传罪道，他传义道，所以他是被咒诅的。你听，他传什么道啊？罪道。挪亚传什么道？义道。挪亚是传义道的。今天这个普世教会传的是什么？罪道。传罪道以什么为主？以罪为主。就叫你长先都是罪，传罪道的人是魔鬼，是不是魔鬼？是。传义道的是基督，对不对？基督来传义道，把罪赦了变成什么？义。基督传义，魔鬼传什么？罪。传罪。不是教会传罪道。这福音是谁教给他们的？这福音是谁教给他们的？撒旦。为什么传义道在这个整个世界中间，这个教会中间亨通无阻啊？传罪道的亨通无阻，传义道的就被人排斥，被人毁谤，被人攻击，被人打击，是不是？谁传义道被人攻击？保罗传的是义道。保罗在罗马书传的是因信称义的义道，在加拉太书传的是义道，在希伯来书传的是义道，他所有书信都传的是义道，对不对？但整个教会中间是传义道吗？如果别人跟他领受不一样，他就说你是异端，对不对？好，咱们往下看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
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我讨谁喜欢？哎呀，我要讨那些律法分子喜欢，到律法分子那中间，我说没事，手也不算错啊。你手吧，手也没算错，手错不错？错。从律法里出来了，还去守着，证明出不出来？没行了，你这立法那丈夫前面的丈夫也要，后面丈夫那拉着点也没错嘛。徐弥阳就这么讲的，守立法也没错，守了也没事儿，也不算错。这话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明显是淫妇的口气，明显是淫妇的口气。那么你今天你说我就前面的丈夫是我丈夫，后面那不是了，我后领的这不是，那你就应当给他怎么样？这叫什么？一刀两断。我就专一的和前面，那前面也要，后面那个这领的不算错吧？你俩搞对象，你要让他跟着监督吗？啊？你俩拥抱一下的，他还得在旁边还得监督的。啊，有这种搞对象的吗？有没有？入洞房的时候三个一起去入洞房的，是吧？两个男一个女入洞房，有这样入洞房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你说现在这人都怎么了？他就混到这个程度，这叫混呐。说混，他叫那叫什么？没用公鸡的鸡蛋爆出来就是什么蛋？什么蛋？混蛋！是不是混蛋？没有公鸡那个鸡蛋，母鸡端，但是母鸡下面的蛋，你搁十只包，它里边没有生命，是不是？没有生命，能不能爆出崽？小鸡雏能爆出来？越爆越怎的？拿着灯光一照，里边是混的。那叫什么蛋？啊，叫混蛋！现在教会混蛋的太多了。说混蛋，他脑袋混，就这个道理他就没明白。简不简单？简不简单？另传一个福音给你，不是起初保罗所传那个福音。他也说是福音呐。但那福音跟保罗传的不一样，你们不仅仅要信耶稣，也要加上守律法，不单单凭着信，也要加上行为嘛。这人的水从哪来的？啊？谁的水？魔鬼的水。这一定是魔鬼传异教的嘴，要加上。咱们不用加，圣灵在我们身上更新行为。更新出来行为是圣灵结的果子，属天的果子，不是地上的果子，不是肉体里的果子，是属灵的果子，是里边那人长大成人显出的果子。他要用肉体加上行为，你说这个人反，这是反基督的，反道的，抵挡真道的，他的结局就是地狱的硫磺火湖。他帮魔鬼的忙，把上帝的救恩给推翻了，另传一个福音，不是起初保罗所传的。怎能陶醉呢？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是忽略救恩呢，忽略救恩，另传一个福音，这叫另一个丈夫。再有人再传一个基督来，不是啦，另传一个福音，这也叫对基督，你就相信了。你相信了别人传的第二个基督，你又相信了，这是不是淫妇？这还是淫妇。听没听明白？什么叫淫妇啊？什么叫贞洁的童女？谁的我都不信，我认定一个丈夫。听没听明白？叫贞洁的童女。教会，我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谁了？我就认定这条路了。好不好？不管周围发生什么都不能辩解呀，对不对？认准这条路就往前走，我跟着这个丈夫后面就往前走，他上哪我上哪。
是不是？是。不在乎生活中间的失去什么，不在乎肉体的利益，不在乎吃得好穿得好，不在乎肉体享福与受罪，我都认定了这条路。正如保罗说，或富足，或贫穷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吃身肉体，或什么富足有余，或什么啊，无论是怎样，或享福或受罪，我已经定下了主意了。定下什么主意啊？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是不是啊？显基督不是显我，我今天就跟随耶稣，就跟着一个丈夫走，这就是真正的属灵的教导，贞洁的通，是不是啊？没有任何的心怀二意的，没有任何的那个邪念，是不是啊？想跟别人。有人你看这边信的耶稣，当面信的耶稣，背后就交鬼去了，有点什么事找那算卦给算一卦。你以为不知道吗？你以为人不知道，神知不知道？这就是淫妇，这就是属灵的淫妇。明天我会讲这个地方。这边信的耶稣，三十晚别人去接财神爷，他也去接去了。我就遇见这样的人，我问你现在耶稣什么时候跑的？你说又去接去了吗？我说，他说我也去接神去。我说神在哪儿啊？上外面接，他们都接，咱们也接。我说你那神什么时候跑的？什么时候跑的？不是说了吗？他说我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吗？什么时候跑的呢？你这样人还能好吗？招鬼活该！你这样人还能好吗？他就故意就是引鬼上他家，他接基督能上他家吗？他就接财神，基督能上他家吗？他接的不是基督，他接鬼去了，接鬼去。他有被鬼附上了，他家孩子也被鬼附上了，还得忧郁症，他就得什么神经病，活不活该？他自己接的，是不是？他自己把鬼接到他家里，他说是接主，主能去吗？主能够进到这个淫妇家里吗？绝对不能的。听没听懂啊？什么是贞洁的通？任何的信仰我都不信，只信耶稣基督，是吧？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人能到父那里去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就唯独的唯一的救，设立唯一的救法，独一的真神，生出独一的耶稣基督救主。耶稣基督这个救主是设立的，做成了唯一的救法，我们就靠这个唯一的救法才能进入天堂，其他的都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，不然就是淫妇，不然就是心腹，反正你得选一头，你不能两下都选。听没听懂？听懂了。好，咱们一头来闭目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引导弟兄姊妹，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知道什么是教会，是我们今天懂得了教会是贞洁的童女，教会是基督重价宝血所买来的。我们今天在教会这个身子上去荣耀神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子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凡以基督为头的都是教会，不以基督为头的就不是教会。求你来帮助众弟兄姊妹，使我们每个人都存疑不杂的心，专一地仰望我们的救主，因为唯独他是我们属灵的丈夫，我们是他的心腹，心腹要来接新郎要来接心腹，不是来接淫妇。凡靠律法就是淫妇，凡与世俗为友的就是淫妇，
凡与世上君王行淫的就是淫妇。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使我们今天真正的明白，我们今天是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了。我们只有一个丈夫，就是基督，其余的都不是我们的丈夫。求你亲自来开启众人的眼睛，使诸多的人都明白这个真理，叫诸多的人都被领到基督面前。因为约翰在律法下尚且没有把门徒领在自己的面前，而是带到耶稣基督面前。约翰来乃是为耶稣做见证，把众人的脚步都引到基督面前。唯独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，是我们唯一的丈夫。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使我们今天都能够从淫妇变成心腹，从多个丈夫变成一个丈夫，从死亡进入永生，从律法归到恩典。求你帮助你自己的众教会，引导你自己的众儿女，使我们在这弯曲的世代中间成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荣耀的教会。感谢赞美慈悲的阿爸父神。愿一切颂赞荣耀全名都归给我在天上阿爸父。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。